回家吃饭是我们大家几千年的梦想，所以今天实现了，每个人都会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氛围非常好，我们陈是因为陈家属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赶得来，都有宾至如归回到老家的感觉，非常好。 我们义门城呢，就是要讲义，就是要讲公，就是要讲孝，就是要讲善。中纪委他们看了以后啊，就在头版头条那个网上啊，就刊登了义门城的家风家教。